这两天表现好不好？啊，好不好？表现还行。喂，你带我录社去。我不敢去啊。你就不能咽气一回吗？这年下赚不了出呀。啊，我跟你等着没有事儿。你就吃两个串吧，香迷糊你。香一会儿啊，那么香吗？那么香，我香啊。你信我的吧，吃上你啥都忘了。你看啊，你带我去撸串。嗯，你不也香着了吗？这个啊，那还怕收拾哦？这就完了呗，回来我还给你走的，这就完了。啊，你过来过来。怎的了？啥时候带我去打几局啊？嗯，你妈这两天不出去啊，主要是。啊？那还得等她哟。那可不嘛，你敢去啊？她搁家，你敢去啊？搁，她不。他国家我敢去。你敢去我不敢去啊。你等着。哎呦我的妈。我都干两天活了，你还不跟我去挤打的。哼。我可不敢。一点都没耍驴。一点都没打滚。你要这样想的，我就跟你说一说了，让你看看爷爷脸。你要找爷爷去啊？嗯，我就给爷爷说一说，让爷爷拼你给你走了。你等着啊，我找爷爷去。我都跟你说多少时间了？啊？妈妈一会儿回来咋整啊？为啥回？跟枕头是不？天这么冷，不吃点火锅啊？啊？我想啊，可香了。你别忽悠我了，下回吃烤肉，那给我收拾啥样你不知道啊？你不给我拦着吗？那我没拦住我，这回你看看，看我呀，我肯定给你保护好好的。信我的爸爸，能给我拦住不？能，加油！我给你力量，吃你力量。你别吃我力量，你有点力量就行了。哎呀，你信我的吧，小事儿，这都是小事儿，你记住记住，我给你说说啊。骂什么一顿，回来你也吃到肉了。啊，我吃到了。对对，你这不下楼了吗？对对。好像没毛病哈。没毛病，没事儿，拦住嘛。拦住啊。嗯。去呀。嗯。行啊。啊。走。妈妈不搁家，带我吃肉去呗，吃烤肉去呗。妈不让啊，主要是那回来那收拾我怎么整？没事儿，我给你躲着。多大事儿？就那么小点事儿。那事儿还小啊，我可怕收拾。你胆那么小呢？我给你躲着还不行啊？有我你看啥呀，这机会可少了，你保住了啊，保住知道不？能行吗？放心吧，没有事儿。啊，去不去？去不去？去啊。嗯，没有事儿走啊，大方的。大方，走啊。啊。大方大方的，我给你打的，我给你有钱，加油！加油，走！走！来了来了啊！嗯，啊，你说吧。这两天还找不住我了呢。
爸忙吗？有事儿吗？我这两天表扬可好了，那不露，打头发都没哭，听话时候呢你不露，记录宝宝耍梨的，记录宝宝哭的，爸都没赶上嘛，都发吧，宝宝听话的，别发呼的。行，因为我伤心不得了。行，谁说你要不录，我就自己录，自己发。我自己跟小姨说，不用你了，我自己发。今天又爱收拾了。你明知故问吗？不搁这。我说你心情一天的都不好呢。我说你心情，那妈妈收拾我的时候你上哪去了？我不跟爷爷出溜溜去了吗？我哥家肯定跟你拦着点儿，要我们哥家我怎么给你拦呢？你到关键时候你就跑是不是？嗯，那还赖我了。那不赖你赖谁？不是你要去撸串的吗？那那天呀、那天我呀，你说提没提吧？我提了，我提你了，压根儿没好使。啊？没好使啊？提我都没好使啊？没好使，压根儿没好使，收拾更厉害了。那妈妈真挺生气呀、爸，我教你一招，爸爸。怎的？下回你就直接提爷爷。提我不好使，提爷爷好使。就是拿你没办法。回来收拾你，你就提爷爷。听我的话。收拾我干啥呀？你不睡觉呗？嗯。那怎能不收拾你呢？收拾我干啥呀？那不睡觉啊？我不看着你的吗？老看着我干啥呀？你睡你的呗，你吃不也睡不了。我就看你睡不着，有四个事儿。四啥事儿啊？把你说饿了。啊，我饿了，怎的？睡吧。那你啥都有。啊，什么玩意儿？啥都有，梦里啥都有。睡吧，赶紧吃。你听我的吧，梦里啥都好吃的，可多了呢。你先睡，我哄你睡啊，奶奶。